把手机用弹道凝胶包裹，从30米高楼扔下会碎吗？上一回我们就曾见过老外制作了一个大型果冻，随后将手机包裹在其中。当从15米高空扔下后，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：果冻落地后只是在地面弹了几下，并没有丝毫的破损，手机也安然无恙。那么这一次又会如何呢？视频中可见，老外购买了一台新的 iPhone X，随后用一个坚固的手机套包裹，当从高楼扔下后，手机竟完好无损。随后又不断的摔了几次，也还是没有丝毫损伤。于是老外便拿出一个弹道凝胶，将其仔细切割好后，便把手机安放包裹在其中。为了实验更加完整，还特意准备了2份。据说这弹道凝胶相当于人体肌肉，那么是否能保手机完好呢？当一切准备就绪后，老外便拿着手机往下一丢，只见落下瞬间 QQ 弹弹，宛如果冻一般弹了几下，再将另一块丢下后也是瞬间弹走，而手机依然在里面躺得舒舒服服的。拿出来一看后，竟丝毫没有任何损伤，就连周边都完好没有破损。再看另一块弹道凝胶包裹的手机也是如此，安全完完整整，真是想不到这您。